让老子来会会他，这把人绑住，算什么英雄啊？有本事把老子给放开！啊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松绑。二哥，没事，松开。好嘞，松开，松开，别乱动。 好，你们现在是一起上的，还是一个一个跟我单练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从来不以多欺少。哎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不许帮忙。徐大哥，没事。给我闪开，闪开！二哥，闪开！闪开，闪开！好。 放下！不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你还有点道义呢。你爷爷我沾了胡子，你就认不出来了？我是盛中豪。哦，我说咱们眼熟呢。上次你伤了我们不少兄弟逃走了，啊？这山不转水转，又转回来了。那是我在阴沟里翻船，倒霉落在了你们这帮汉奸的手上。错，我们不是汉奸，我们跟蒋有才早就一刀两断了。我们现在是。 劫富济贫的逍遥侠，那你现在干的是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把我们两个绑到山上来？啊！今天先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哎，把他们给我关到秧子屋，明天再说。带走，带走。快走，走，咱们的小孩也要走。小孩也要走。走，快走。好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 算了，哎，这谁家伙？这下手也太狠了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二哥呀，来来，二当家，坐，来来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哎，歇会儿吧，啊？哎，二哥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这小子跟那蒋有才急的梁子，蒋有才他不是个好东西。 咱们就没必要替蒋出头吧。嗯，二哥，这小子这么好的武艺，不杀只怕以后会有麻烦啊。杀了更麻烦。好，我听二哥的。哎，二哥，要不咱把那小孩拿去换点钱吧？最近咱手头可紧了。二哥，你看那小孩细皮嫩肉的，肯定是个有钱人家的。 咱用他换点钱，再把他们给放了，兄弟们也不能白冒火呀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嗯，九才，你让我们皇军蒙羞了。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饶命，我一定会抓到盛中豪的。大佐，我求求你，饶我不死。大佐饶命。大佐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。 可是，还是让他跑了。住口！你的责任，我自然会追究。是。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滚！是。你们这帮饭桶太让我失望了。是我低估了盛中豪。
才导致了这次的行动失败，请大佐惩罚。帝国自从进入中国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这个小小的盛中豪，搞得我们那么狼狈。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一定要抓到他。如果失败，就别回来见我。是。嘿，大佐，今天抓住的盛中豪的部下，怎么处置？严刑拷打。 郑大哥，你说土匪会不会杀掉咱们啊？我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的。我不是害怕，我娘让我报效国家，我如果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在几个土匪手上，那多冤啊！不用担心，他们要想杀我们的话，我们早就没命了。哎，我发现啊，这几个土匪。 他们跟蒋有才还是有区别的。嗯，哎，你们俩过来。什么事啊？要不你进来，跟爷爷禀报。哎，他娘的，你皮痒痒是吧？哎，没错，我就是皮痒痒啊！来，给爷爷我拿到。哎，老子懒得跟你斗嘴。来，这是纸和笔，让那个小孩写信回家。 让家人送500大洋赎金，嘿嘿，借了钱的就放了你呗。你说多少钱？500大洋。你他娘想干啥呀？你回去跟那个土匪头说，我盛中豪在鬼子那儿值10000个大洋。你他娘的疯了吧？还有，赶紧拿杆秤过来，给爷爷称重，每天好酒好菜伺候好了。要是我掉1斤肉。 够你们1000大洋。疯了！赶紧去。哎，真听话，真去了。哎，二哥，你也别心烦了。今儿个咱们哥俩喝点。不过呀，大哥那事儿还真得好好拿个主意。就是，你赶紧想个办法吧。好吧，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啊。二当家，三当家，啥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回二当家的，今天赚的那小子，嫌咱要的赎金太少。 他自个儿给加到10000大洋了，还有这事儿？那小子还让两位当家的亲自去给他称体重，说是好酒好菜伺候着，他要掉1斤肉，就扣咱1000大洋。盛中豪这小子有点意思啊！你那个让几个兄弟把那个大秤扛到秧子窝。 是，走，看看去，去，二哥，看看去。嘿，还要称一下，12斤，卢光仲12斤。你不是要称重吗？进去吧，请吧。 进去了啊！是多少？150。怎么了？太重了，抬不动啊！两个废物。
老三，我们俩来。好，下去。哦，来，两位，小心别闪着腰啊！担心你自己吧你。哼，我就不相信你有这么重。哼，来，再加一个秤砣。 这回看好了吗？好了。多重啊？三百斤。好了，啊，300斤啊，称你们也称过了。 好酒好菜，赶紧上来！快，先要是我瘦下来的话，到时候亏了钱是你们的事啊！哈哈，算你小子有本事，等着吧，酒菜一会儿给你送来。别废话，赶紧去做菜吧，也饿了。快点，来，快！盛大哥，嗯，你真有300斤啊？没有啦，这叫千斤坠，是一门功夫，也是一个技巧。